正在申请专利的 USANA InCelligence 技术是营养科学的新领域。InCelligence 复方营养素将讯号传到细胞的沟通系统，来优化人体与生俱来的健康功能。人体是由数兆个细胞组成的，而每个细胞都很聪明，甚至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它们就展开人体自然的血液循环功能，供应您能量，更新您的皮肤，在您的大脑进行脑波传输、排毒和其他无数的活动。为了让所有这些重要的作用持续进行，细胞就会互相沟通，并彼此传输讯号。这不只是通过大脑的神经脉动，也通过各种形态的生化讯号，例如激素、酶、植物的生物分子、营养物和其他许多讯号传输媒介等。这就像一系列的密码，最终会激起细胞的反应。细胞不只会对体内产生的讯号有反应，也会对您从营养素所接收的讯号有反应。例如，您吃东西是为身体补充燃料，因此您摄取的营养素当然非常重要。然而，却是经由细胞的沟通，您才能使用那些燃料。身体各处的分子讯号传送到大脑，影响您对饥饿的感觉，然后就需要更多的讯号来刺激分泌合适的消化液，帮助分解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蛋白质，以满足细胞的需求并产生能量。当您想使用这些能量来做运动时，来自大脑的脑波就传输讯号来启动一连串的化学反应，使肌肉收缩。这些只是人体内无数细胞讯号传输网络当中的几个例子。由于细胞的神奇智慧以及幕后不断进行的复杂精细的沟通，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。有了 InCelligence 技术，USANA 就掌握了解码细胞沟通的科学突破。USANA 的综合 InCelligence 营养素会加入细胞原有的对话，这表示我们能够发掘可以激活人体内部有益健康作用的细胞密码。从营养的基础开始，并且针对各种有益的细胞讯号传输， USANA 提供最佳营养，增强抗氧化保护，并增进细胞的更新。InCelligence 是个人化健康的新领域。